达利丝绸起源于1956年，那么经过60多年的发展呢，现在已经成为一家集数字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业，国家丝绸产品开发基地，国家丝绸产品流行趋势研究中心。那么我们公司2021年1至10月份销售与去年同期呢也增长了59.6%。那我们公司呢始终是以科技创新为动能，走绿色环保可持续多元化发展之路，也是在积极运用的新工艺来引领这个时尚的丝绸新产品。我们与益达是从1998年开始合作，至今呢已经有23年了。益达是我们设备的优秀供应商，我们双方这么多年以来呢，一直是相互配合，紧密沟通，合作共赢。达利丝绸产品呢是以丝绸为主，那么真丝类的纱线使用量是最大的。那益达的织机呢是无论是单丝、多根纱还是复合丝，适应性比较广泛。从生产质量方面来讲的话，益达的织机断经率比较低，织机效率高，那么绸面更加光洁。从成本控制方面来讲，益达的织机能够较好的控制废边长度，节省原料，降低成本。R9000第二代织机相比前几代织机来讲的话，更加节能，而且稳定性更加好，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。那么益达的织机的稳定性和对使用材料的适应性呢，更有利于我们的一个设计方案的一个转换。专业、用心、可靠。